9月21号，中文说唱圈发生了什么？盖与艾热在同一天举办了演唱会，在北京演唱会，娃娃、早安、黄旭、海来 M、李晨、王清明、康康等众多好友到场观看。王清明与盖一起演唱了新歌《我的兄弟》。艾热乌鲁木齐演唱会也得到崔健的强力助阵。盖也在演唱会结束后官宣即将举办广州演唱会。马思唯21号同样在北京，作为袁娅维演唱会嘉宾惊喜亮相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前有建筑工人曝光马思唯黑色星期五 MV 场景搭建包工头欠薪不给，并且只支付2毛钱侮辱工人。马思唯看到这件事后，帮助工人讨薪，并给予补偿。前段时间在网上曝光《地面龙珠》的王云红与火枪目前也已经与龙珠正式和好。Tommy Boy Don't Q 回到了自己的中学母校做公益捐助乐器，在这里给 Tommy 点赞。At Paper 老婆晒出了与 At Paper 13年前的合影。开演视听会第二场已经开始搭建，此次将会全新升级，看台言人区会改成内场互动区。